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暗龙纪元：异端审判》。所以你们上已经绕一圈了，接下来应该往哪里走呢？看起来这里是上不去。这里好像就走回去营地那边了，我要往那个，应该有一条路啊，这边有一条路。好像不是这里。啊，这个河啦。沿着这个河往上走。Did you believe the conclave could achieve peace, Cassandra? I had hope, as did we all. The Templars went to war to force mages back into their circles, which the mages would never agree to. What solution could Divine Justinia have offered when all sides rejected compromise? The war was going nowhere for either side. That they went at all showed they realized this.Or they believed the other side would relent. We shall never know now. I think they are not going to be able to agree. The Priest and the Knight. Oh! Good, I changed my character. My character should be smooth. Use Cassandra to hit.我觉得剑士还是剑士风格比较好啊。我操作的话，一直按着反应就都不用打了，反应没有那么快。这个应该是最后一个星座了吧。船呢、哦？星座佩拉奎阿罗斯，佩拉奎阿罗斯座用现代语来说就是旅行的人，一般是指船。更精确的是罗马尼亚人那种古代人用的粗木设计的船。如果从古代泰文特语翻译的话，会变成渡过海到那一边，这可以代表。涅罗马尼亚人并不是从其他地方跨海来到色达斯大陆一说的正确性，但是从古代的人们在进行这种不合常理的航海前就为星星命名了这点来看，许多有名的研究人员怀疑这种说法。来自修女奥兰佩塔基欧斯著色达斯天文学的考察，但我应该已经开始解开那个三个星座的宝藏了吧？我忘那个等一下是为什么？懂？没敢他。
那应该没什么东西了吧？藏在这种地方有点阴险。 还有一条路，刚刚那边的岔路上来。那这个之后再去好了。我先，哎，它是一个洞窟。我先看我现在这个路，然后走完了我们再上去。 这应该也是能通的。哎，有东西，真的。 这边就没了。我在这个洞窟里面。 首饰哦，不知道好不好。 沿路搜刮大锤，大锤目前没什么用。哎，这里有个地点。后悔的马菲兰斯，基督让马菲兰斯背叛了妻子预言者安卓斯特，在他死后伤心生活的马菲兰斯想。 这里不是有个任务吗？怎么没有看到东西？是不是我漏了什么条件啊？ 看一下那个猎人的来信。这个任务之前说要带，对，要带一个什么草的，可是我还没有那个草，会不会是放在我接任务那个地方没？我没有看到啊，应该在这个位置吧。 可是真的没有办法。嗯，我。
在想我要不要回去拿，但走回去好了，但还有点远。我顺便上去那个洞窟看一下好了，不然这样单纯走回去感觉还蛮无聊的。这也太暗了吧。 Nicely done. The veil fire may prove usefulYeah, 又一个碎片。啊，我敌人太黑了，怎么敌人都看不到？还好会自动瞄准，不用让我瞄。That your books are very popular, Master Tethras. I do all right. I am glad of it. Really? No sarcasm, no superior attitude. We live in a dark and angry time, child of the stone. So much of what people believe has come crashing down. If you bring them a little peace with the worlds you make between the pages, you have done more than most. 好像不是耶，希望大家感情能够越来越好。啊！一边打了一边吵架。碎片。The rooms are interacting somehow with the flame from the torch. A weapon enchantment. This could be quite useful. 听起来好像不错哎，可以拿来附魔。看一下资料，关于陈用马的驯马师笔记。没有看过骑着有威严的马、骄傲样子的骑手，那真丢脸。马虽然是一般动物，但很花钱，所以要远离肮脏、窃盗、袭击的危险。这种事常在穷酸的小马屋发生。马并不是为了耐耕作而改良品种，被剥夺野性的食衣动物，是跟心理有关的动物。很棒的马并不是贵族打猎的道具，
事关日常不可分的存在。为了跟马相配，必须锻炼自己。关于马，像费洛登福达那样热血的纯用马，你大概没有养过，不可以被体格骗了。他们不是农耕马，经过几世纪慎重的品种改良，从普通的家畜变成有名誉的存在，除了适合跨越整个国家的行军，也很擅长突击。然而他们虽然能按照骑手希望的发挥体力和速度，但如果太勉强他们，会让自己满身是泥。他们清楚自己的任务，也期待骑手如此，清楚警戒和约定的任务。失传的技术，帷幕之火。帷幕之火虽然是精灵的魔法，但我认为有好好思考的空间，因为那是在他们文明的全盛时期完成的。那种火因为不用木材或油就可以燃烧，毫无疑问的，魔法师们经常把它们当作光源来使用，且他们还能让休眠的魔法活化。然而帷幕之火要发挥真正的可能性，则是在作为书的媒介上。帷幕之火的如泥文字所传达的，不只是那个文字表面的意思。帷幕之火可以传达景色、声音，甚至连读者的感情都能够以现实的印象传达。只要勤练习，任何魔法师都能学会这种难以置信的技术。但跟古代精灵比起来，现代的作品很粗糙。本书希望能给像我一样对这种纤细的技术有兴趣的人指引，一起重新发现在时代洪流中遭到遗弃的神秘。来自贤者潘迪库塔斯著《帷幕之火》，很多指引练习题应用力的初学者向入门书。这个洞好像没什么敌人了，就这样子，拿到一个附魔的东西。那就继续往回走吧。找来找去都没有。奇怪。那个草到底要去哪里呢？我看算了，直接前进。这个任务之后再回来解吧。
这样就下山了，这样应该回到之前那个地方了吧？回到村落里面。看我走这条路去看那个骷髅头好了。这条路我是没有走过，怎么敌人这么多？是有点硬哦，这家伙。什么？突然跑了一个。预测一下，他大概前进。打回去。哎呦！我快没血嘞。有算有，先回一个血吧。被你还是被打中了？等一下，瓦里克，我们躲大概也救他，看看能不能救得到啊？救不到啊！呀，卡山德拉嘞！我在那里。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的火力没有集中，卡桑德拉不知道要去拖谁，因为他会优先救我。他的 AI 就是这样，会先救我。搞得好像快灭团一样。How do you write as you do, Varric? I can never find the proper words.You write? Really? I've needed to describe events in reports. They always come off as... dry, boring, lifeless, stale. You are an ass. Just helping you find those words. 为什么我觉得他们这段聊天内容之前就出现过了？有敌人，隐形了。我想大概在这里，你没抓到，保持移动，保持移动。出现，哎呀，已经来不及了，还要有盾，死吧。还有啊，应该打得到吧？啊，我也快死了，还好，上一战打得太烂了，现在遇到三只敌人而已，就这么危险。
反正出去的，现在没有要旅行。 从这里不晓得上不上得去，不行吗？ 没办法，为什么？ 也可能那是怪物，怎么会在这？我沿着这么山绕吗？也只能这样子找，上去的位置。这条路我记得我之前走过了，我那时候也是找不到怎么上到上面去，用那个骷髅头。 这边就回到村庄了耶，还是说是从村庄上去的？ 是这里呢，没有到那么山顶，就在这里而已。嗯，有了两个，三个。 这个，最后一个在哪？最后一个嘞！ 这里5个，找到了，那我们这期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收看，下期再见，拜拜。